天其实很多球迷、很多教练都是想要看到谭教练。我也恭喜他，能够有机会到名人堂哦，那实至名归了。他就跟一个大哥哥一样啊，他都会在经验上传给我们讲。我们声明的蝴蝶球是因为谭总这一边的教导，恩人加贵人。大家好，我是谭信平，三十几年不见。棒坛奇才，猴打双流，蝴蝶球王制霸一方，明星球员技冠全台，勇闯每日，阅历非凡，脾气后劲，佳慧棒坛，棒球绅士德福众望。
所以我不要电视嘛，然后我因两个，我我今仔就徛在遮，我徛感谢。最后再次感谢，就是讲一个王董事长创立这个名人堂。这名人堂的意义是讲，我们知影讲台湾一一个要去发展的历史，大家知影讲咱的前辈老前辈是安怎打拼，我们台湾才今仔日名名世界安尼。所以再次感谢，最后再感谢李明贤委员，对我的肯定。我今仔日咱台下，伫我也认为这条路，今仔日这个所在，给咱一个完完完完的一个 happy ending。谢谢。这三十年来，有二十几年我都在美国，因为一方面是全家都移民过去，所以在那边开始新的生活。所以在照道理讲，就是说实在讲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只是做做小生意这样子而已，所以就慢慢的这样子。那今天刚好有那个名人堂在去年就在找我，就是要看能不能回来这样子。那今天也很荣幸能够再回到这个地方。当然今天看到很多三十年以后看到很多球迷，有的前辈，有一些我的以前的教练同事，今天实在是非常的激动，所以讲话有点语言不通顺，所以所以说再一次的说，我也非常感谢他们也非常感谢那个谢女士她能够帮我牵线联络这个事情。那我也很乐意，因为这个名人堂的事情是对台湾的棒球发展是非常有意义，所以我也就是说尽可能的来出席这个会这样子。今天的心情比较激动的部分是因为跟韩总在一起，这个部分我不会演啊。我们声明的蝴蝶球是因为韩总这一边的教导，那才变成是他的一个在那个棒球场上的一个利器。那这个部分是再加上今年的第九届名人堂有韩总入了堂，那这个部分等于是恩人加贵人，所以我陪伴着在一起的话，那种意义是不一样的，因为毕竟生命走了嘛。那一直以来我们承受韩总的照顾是真的非常的多，因为一路如果在棒球场上面的意义，父亲的角色来看，他是另外一个父亲，因为他教导他在球坛上面有一个力气，让他在棒球台湾的棒球场上的一个称霸的一个地方了。那在也是让我们可以到韩国去，让韩国的棒球开了眼界。那因为生命把那个蝴蝶球带到韩国的时候，拿了七座的投手奖，真的每一次的总冠军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时刻，他都投出蝴蝶球。所以在韩国他们的媒体追着徐生敏的蝴蝶球这个区块的时候，大肆的报道的时候，连他们的总教练包括公司的社长都觉得很有面子，因为挖到宝。对，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是心存感激，因为韩总造就了徐生敏。对，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觉得说是任何球路都试试看这样子，结果他越投越好，投的甚至比我好，那我也很惊讶。那我今天很高兴他能够创造用蝴蝶球创造很多记录，所以我也很欣慰。三十年后看到那么多球迷没有把我忘记，我吓了一跳，也今天也非常的激动，所以在这边再次感谢这些球迷的支持。今天我早就有预想到，只要韩总站出来，球迷一定会出来。因为那一天我帮他在台中领证的时候就有球迷冲过来问我说：“师母，韩总今天会出现吗？”我就说：“不会，今天是我代理，但是他8月6号应该没有问题。”所以今天有几个面孔，我是在那一天其实就有看到的球迷，他们就真的准备了东西。只是我比较感动的是，这些球迷真的是有心的球迷，他们去为了韩总，他们希望去抓住他那种刹那间的一个受赠的机会的那个
等于是他们期待了30年才让他可以签到你，那这个在球迷的心目中其实是一个漂亮的 ending， 因为让谭总签到了。对对对。啊、哦，很兴奋又很紧张又很期待。你他妈呀，我刚来了，吹风力。你还准备嗨呀？因为现在也上了年纪，这些比较专业的事情还是留给年轻一代的来做。我现在台湾也发展的不错，而且年轻教练也指导的不错，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就让年轻一辈子出来这样子比较好。那我是还是很喜欢看棒球，所以说啊，当然以后有机会的话，当然我可以去看看的、啊，就是看看时机怎么样。对